哦，到底是谁呀？大半夜的。陈音，早。真的好早啊。昨天一整天都没有联系我。我知道啊。你都不想我吗？我当然想你啊。想我为什么不联系我呢？是你说不要联系的。走，陪我看日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换件衣服。太突然了。怎么样，侧脸很帅吧？自恋。你累吗？累的话靠在我肩上。不累啊。我这么任性会不会很讨厌我？讨厌是讨厌，讨厌的不得了，可是又很喜欢，喜欢的不得了。你看你把我搞得这么纠结，你必须要对我负责任，听到没有？讨厌我吧，讨厌我多好，这样以后才不会难过。这下心满意足，可以回去睡觉了吧？不要，我还要再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